机会。今天来看他的鹦鹉侠有这么多呀。好，那么现场的各位鹦鹉侠，大家下午好。欢迎大家来到五块八小前方的这个现场，我是今天这个现场的指挥导演。欢迎各位鹦鹉侠前来探班，欢迎各位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拍摄的是根据案件的那么华谊出品，投资人指导的《鹦鹉弟》蔡徐坐旁边，当时是由侯玉燕、吴彦祖、陈家飞、杨家辉所参的主演。那么大家接下来看到的将是我们精心改编过后的全新版本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剧组的演员登场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座两位男主演，导播老师，请马上停走到后台间。我们这两位呢，就本座两位男主演。